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 上集我和雪文已经走完整个大润发商场了，今集我们就会走到顺昌购物广场，而且我们还会坐三轮车，带大家看看顺昌广场附近的街景。不过既然三乡文化广场和柏丽广场就在大润发的旁边，我们现在都走过去了，给大家很快地望一望，看看这两个地方是怎么样的。前面就是锦华酒店，柏丽广场就是这个位置开始的，它同大润发其实就隔了一条街嘅啫，好近噶。而家我哋逐过对面马路睇下，大家见到啦，柏丽广场主要都系啲街铺嚟噶，范围咧虽然系几大噶，不过咧就唔系话好多嘢行嘅。而呢个柏丽广场嘅旁边咧就系文化广场啦，都算系三乡其中一个地标嚟噶。这种车叫什么名字啊？三轮车，三轮车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我哋咧而家咧就搭三轮车去一加一啦。哎呀，未试过搭啊。好，系唔该晒，谢谢。咁咧，我哋咧就$8计系咪？$8啊，系啊，特登叫阿姨兜一个圈仔嘅。我哋咧由柏丽广场呢个位置开始啦。陣間咧就會途經大潤發嘅，目的地咧就係今日要去嘅順昌購物廣場啦。大家見到紅色呢條路線咧，因為咧我哋請阿姨咧幫手兜一下啦，等大家可以睇下附近嘅街景啦，順便咧講下俾大家聽咧附近有咩出名嘅食肆啊。而家呢架車轉彎啦，大家左手邊見到咧啡色啲座椅咧就係大潤發啦。哪裡最多東西賣啊？大潤發咯，大潤發。我哋而家身处嘅位置咧，就系三乡镇嘅主城区嚟啦，叫做围仔社区嘅。而三乡镇咧，一共有四个社区啦，12个行政村嘅。呢个围仔社区咧，可以话系咧三乡镇嘅市中心嚟噶啦。大润发啦、顺昌购物广场啦、一加一啦、人民政府嘅办公大楼等等啊，都喺晒呢度嘅。通常咧，市中心都系占地比较少，建筑物比较集中嘅。围仔社区咧都系一样噶。它只是佔了三鄉鎮不到 4% 的土地面積。買菜呢？你們平時買菜的在哪裡買？你們自己會？海鮮啊。啊，對啊。就去三鄉市場。哦，三鄉市場。這邊走過去遠不遠啊？這裡走過去坐這車10块钱。這個坐這個車10块钱，但是其實走路過去行嗎？走路有一點路。有一點路啊。哦，下次我們可以去。如果你早上起来的话，就上散步呢，也可以走。走文昌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就看到那个。文昌路是你们的大路了，最大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文昌路大路嘛。对，大路啊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就可以看到什么时候看到三亚市场。市场那边应该比较便宜。市场便宜一点，早上便宜。早上便宜。早上比较便宜。这个时候也不是说应该。我们买菜呢，就是在我们隔壁也有几个生活超市的，那菜也不贵。哦。咁头先听阿姨讲啦，佢平时买菜咧，一系就去三乡市场啦，一系咧就去小区附近一啲生活超市度买噶。转咗入呢条内街咧，我哋就好近顺昌购物广场噶啦。呢条街咧好多卖茶叶噶噃。大家留意一下啲行人路都几宽阔，同埋都几干净噶。左手边咧，大家见到醉月都啦，系一个饮茶嘅地方嚟噶。之前就系开月轩嚟噶。啊，唔知道有冇观众朋友喺度饮过茶、食过饭咧？咁啊，因为已经好近顺昌购物广场啦，所以呢度嘅街道咧，大家留意一下，佢楼下咧多数都系食肆嚟噶。一阵间出边咧仲有啲老牌嘅大型食肆噶。一阵间阿姨咧好人咧就帮我哋兜过去啦，咁啊指俾我哋睇噶。那边还有很多吃的。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等一下去看一下。我给你指一点路。好啊，谢谢。这里面呀、啊，这一溜油吃的那个面，好多什么麦煮什么面。哦，有寿司的吗？有回转寿司。这里有个夜味鸡，夜味鸡。哦，吃湘菜吗？是不是吃辣的？辣的应该是不是？不辣，不辣。不辣的。野味居呢个名咧，就俾我哋觉得好似食辣啊，或者系食啲好香口嘅嘢啦。其实佢系饮茶噶。咁左手边咧就食猪肚鸡噶。咁喺顺昌附近嘅范围咧，其实都系雅居乐新城呢个社区嚟噶。
吃的多了那里。哦，对啊，那边有那冬有啲冬瓜盅啊，就是吃的啦，猪头鸡咯。啊啊，好多人来这里吃。啊，好多人过来。晚上好多人吃啊。哦。猪肉手边有。啊，有脆肉丸喎。哦。有啲香菜。中山脆肉丸好出名。啊，这里吃啊，这都是吃的呀。哦，对。那里还有烤肉，这那一溜全是吃的。哦，对。看到吗？就是客家王，客家王在这里。哦，是客家王啊，是吗？好多年的老牌子了。哇，好多年了。也挺好的，也挺好的。嗯。我感觉这三乡镇不错了。你是住在三乡吗？啊，我住在这里。在附近的小区还是？对，在附近小区。哦。因为呢，三乡的卫生搞得也不错。嗯，最近要从这边过去多久啊？去哪里啊？去医院。医院呢？比如我看医生，我生病了。看医生就人民医院了。哦。从这边过去几分钟啊？坐我们的车十分钟左右。哦，十分钟很近很近。十分钟左右。而家咧，我哋就从另一条街咧转入去顺昌购物广场啦。咁啊，等大家可以睇多啲唔同嘅街景啊嘛。啊，大家知唔知咧三乡镇呢个名点嚟咧？其实佢由三个乡村嘅名合称而成，所以叫三乡嘅。嗰阵时系1957年啦，不过咧嗰阵时仲未系一个镇嚟嘅，等到1986年咧先开始建镇，正式叫做三乡镇嘅。咁三乡出名啲咩咧？大家可能都听过啦，沈湾就出菠萝嘅，三乡咧就出濑粉同埋茶果噶。好，谢谢你阿姨。好了，谢谢阿姨。我哋到咗顺昌广场啦，我先同大家讲一声啊。商场保安嗰边咧就唔建议我哋喺度不断咁拍摄噶，不过咧我哋都会尽量去影一啲简单嘅镜头啦，等大家咧了解一下佢嘅规模啊嘛。我哋而家咧就上楼上一加一啦。呢个一加一超市咧就比大润发嗰边新净嘅，不过咧佢又得一层楼啦。咁我個人感覺咧，大潤發嗰邊咧就多嘢買咧，同埋好行啲嘅。依家傾過嚟睇下，呢度勁多唔同臘腸啊！我呢度好多港式臘腸啊！係啊，嗱，呢個咧就係港式臘腸，我咧而家咧就食上癮呢個嘅川味臘腸，35.8啊！因為咧佢有啲麻辣味咧，好送飯噶。咦，度賣腸仔喎！係啊，我一見到啲腸仔咧，成日諗起咧，我哋以前喺香港咧，成日買廚師牌嗰啲雞肉腸啊，好難買嘅呢度。係啊，但係嚟親咧，發覺咧呢度啲超市咧，大部分都係賣呢個雙匯牌嘅脆皮熱狗腸。但係上次伊昂有喎，我記得上次。係啊，唯一一次我買到就喺伊昂買到。一係伊昂，一係咧就係咩啊？淘寶咯，淘寶都有。哇！睇下呢個。谷物鮮蛋，我俾呢個降低 60% 膽固醇，呢個吸引啊，可以考慮一下，不過2元一隻。喜歡呢套片嘅朋友，俾個 like 我哋啊！未訂閱嘅就快啲撳埋個訂閱掣啦！咦，原來仲有一層啊！係啊，我哋上去睇下咯。望翻落樓下地面咧，有好多賣金嘅鋪頭啦，亦都有啲比較大賣衫嘅鋪頭嘅。而家咧，我哋入到一加一另一層樓啦。入到嚟呢度咧，好大嘅範圍咧都係賣緊電器噶。咁前面咧就係賣衫嘅地方嚟噶。咁右手邊咧有啲鋪頭咧暫時係未開嘅。如果開埋咧，成層樓真係好大下嘅。系喎，呢度39蚊啫，牛仔裤。系咯，39蚊条牛仔裤好抵喎，不过佢系薄款嚟嘅，但系都 OK 啦，我觉得。OK， 佢呢度有啲可以试喎，嗰边有啲模，有啲洗水色啦，系啊。呢一边咧都系卖衫噶，唔知大家有冇个感觉咧？佢好似香港千色店噶。佢前边咧仲有卖文具嘅地方啦，卖玩具啦，有卖鞋啦，好多唔同类型嘅嘢都喺度噶。我感觉咧就非常非常似千色店噶，咁成个顺昌广场咧
就有50,000平方的商铺面积的，咁系差唔多等于金湾华发商都40%多啲啦。我哋咧就由朝拍到夜晚啦，大家顺便咧可以睇埋商场同埋附近街道嘅夜景，几靓噶，欣赏一下。下一集咧 ，Ken 同雪文咧就带大家咧去睇下屏东商业大街，同埋咧入埋去个街市睇下。如果你喜欢我哋嘅分享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啊，同埋订阅埋我哋频道啊。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